这个爱染明王有大的加持力，它可以让你的缘分到，但是缘分是有长短，没有办法让大家可以测出来的。那么我们要以平常心去看世间的事，要用平常心去看世间的事，你最好能够修行佛法，得到真正的归宿，也就是说你到了佛国净土，就是你最好的归宿。你能够到佛国净土去，那个福分将是无穷的。那么爱染明王有一个甘露水法，甘露水法这个很大家想啊，因为你要到净土，你一定要身心要清净。这一尊爱染明王跟别的一尊不同，他正好坐在甘露瓶的上面啊，你看到了没有？先一个甘露瓶，由甘露瓶里面长出莲茎，那么莲茎呢开放成为莲花，千叶莲花，千叶莲花上面变化出一尊爱染明王。爱染明王啊，他有六个手背，六手啊，一面六背的形象。他有两只手呢，一只手是拿着，一只手是拿着莲花，另外两只手，一只手拿着弓，一只手拿着剑，另外下面的两只手，一只手拿着金刚杵，一只手拿着金刚铃。你这样就可以观想爱染明王，爱染明王是由后日所发出来的，莲花是由半日所发出来的，甘露瓶可以讲是由现日所发出来的啊。我也不管啊，过去我怎么讲，那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样。这个甘露瓶法啊，你先把爱染明王观想出来，用昼日把它变化成为甘露瓶，用昼日变化成千叶莲花，再用昼日变化成为爱染明王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把它移到你的头顶上，观想到你的头顶上，那么甘露瓶呢，这个有滴甘露下来，从它的甘露瓶滴甘露下来，经过你的中脉，然后充满你的全身，你全身的业障全部消除掉。那个甘露可以观想成为红色的，因为爱染明王是红色的，观想成为红色的，那么它这就把你的业障全部清除掉。你每一次做这样子的观想，最顶上做爱染明王，再来是莲花、莲茎、甘露瓶，由甘露瓶渗透出来的甘露水进入你的中脉，到你全身充满了甘露水，然后把你身上的所有的业障的黑气从毛细孔流出去流走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全身充满红色的甘露，你就清净了。这个是很容易到佛国净土去的。这就是跟大家简单讲甘露法啊，甘露水法，千万不要这个记错了啊，千万不要记错了。这个特别有甘露瓶的爱染明王是特别有甘露瓶，他坐在甘露瓶上面的。
啊，走在千叶莲花上面。那么千叶莲花是从甘露瓶里面啊出生的，大家要啊要观想清楚。啊，底下这一尊黯然明王有甘露瓶吗？有啊，大家记得一定要，这个是甘露的水的方法，很重要的。有手印，有形象，有他的这个咒语，咒语就是 Home 茶汁 Home 热。这个在香港，常人上师这个主持的这一次黯然明王哈，上一次回黯然明王大法会是你主持的，莲灯主持，但是你们办的吧？啊，常人上师办的，他这个莲灯上师主持的啊。那时候这常人就是别开心面啊，用乐队来唱这个咒语，这乐队还会移动的，像铁轨一样移来移去，很清楚。他就轰擦子轰热，轰擦子轰热，轰擦子轰热，好像在跳迪斯科一样啊，印象很深刻。念满30万遍。30万遍的黯然明王咒，你如果修法，你记得解他的手印，先观想，后持咒。啊，持咒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拿念珠，观想的时候就解手印。观想的时候解手印，先观想后持咒，每一个法都是正行先观想后持咒，前行正行后行，这一个密法下来，这样子的。念满30万遍的黯然明王咒，你在祈求跟哪一尊相应，很快就能相应。你跟黯然明王相应的话，每一尊几乎都可以，因为他是媒人的缘故，媒人啊，也媒人的缘故，跟你介绍哪一尊，你想见哪一尊就见到哪一尊，就很容易相应了。千万不要弄错了，很多修行的方法大家都会搞错。有一个人啊，在领工资的时候发现少100块钱，他非常的生气，去问会计。这个会计就跟他讲了，上个月我给你多100块钱，你有没有生气啊？这个人理直气壮大声地回答，偶然一次的错误我可以原谅，但我绝不能容许第二次的错误。我们修法不能有错误，先观想后持咒，在观想的时候，你就是要解手印的时候，持咒的时候就可以持念，拿着念珠。哦，所以不要说你先鼻的手印放下来，然后再观想，那就是错的。你在观想的时候，就是要解手印的时候，代表着你的身清净，意念清净。接着持咒的时候，就是口清净，身口意清净。啊，这是修行的要诀。你身体就是解手印的时候，代表你的身清净；你观想的时候，代表你意念的清净。那个时候你不会胡思乱想，你胡思乱想还观想什么？所以你观想这个黯然明王的时候，要观想他6倍，哪一只手拿什么东西都要想清楚。他的面孔都要想清楚，他坐在千叶莲花上你要想清楚，他坐在宝这个甘露瓶上你要想清楚。
啊，不要有错失的。所以啊，观想的时候就是解锁印的时候。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，观想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观想，不知道解锁印。那只是意清净，身体的清净就是解锁印。那么持咒人就是口清净。那么密教的方法，当修相应法的时候啊，相应法的都是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念清净，这种三种清净才能够跟你的本尊相应啊。啊，不要弄错了啊，这个也有这样子的啊想念啊，这个这样子的想念当然是不对的了。这个有一个人想念，他是说念思你，念你，想着你，找个画家画下你，把你贴在杯子里，整天喝水望着你，最后幸福吗？倒一杯开水烫死你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，我们爱人没有画，有画像画，你画他的像。其实很多的秘法都有画像画，你画汤卡是画像法，哦，你用笔来素描也是画像法。你想念爱人冥王，那么想念他的这个头冠，这法是竖起来的，想念他的眼睛是很凶狠的，鼻子、他的牙齿啊，上牙、下牙，另外他的耳朵、他的胸门、威猛啊，另外他的六个手背，慢慢想，慢慢画，慢慢想，慢慢画，画好，然后坐在千叶莲花上面，一个莲经下来，然后一个宝。一个这个甘露瓶，这样子想念把它画出来，画这个时候人在画画的时候啊，他心不会乱想，代表我的心